宝岛每个地方呢都有不一样的小吃，哎，我觉得像是霸丸，这是台湾传统美食。但你北中南，或是你家巷口那个，跟你家巷口那个味道一定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台湾真的有很多很多好东西。那新住民呢，也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周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来 PK 一下。今天呢分的算是蛮清楚的，北中南。对，南中南，对，这样不用讲，太明显了，太明显了。阿伯，你非常的道地，你今天是穿睡裤加拖鞋吗？是的，还有做这个姿势，你还穿蓝白拖啊？你应该穿木屐的。没有，这个是我专门为了要上节目买的，还买新的，你看，而且是真蓝白拖的，还有全蓝色的比较便宜，我真的不要。他真的好，所以一开始先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你们住的县市有什么厉害地方可以跟大家 PK 的呢？高雄的神活怎么样呢？生活不了解，很慢，对，很慢。不好意思，我先问一下来宾，请问你是？我是台北市。难怪你一直攻击他。不是，我们都很正常啊。好，哎，我是来自那个花莲，好。笑花莲，你是？我是台北人，可是我嫁到台中。所以今天那身份比较尴尬哦，讲台北不对，讲台中也不对。好，所以莉莉，你帮我们介绍高雄生活有如南方。讲得太好了，南方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你真的有去过高雄吗？因为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住在台北，那时候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台北是真的很好的地方，有很多奶茶，很多餐厅，很多酒吧，所以我跟朋友，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喜欢出去玩。这样的那一天，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真的很酷。但是我跟老公，我们结婚以后，我们搬回高雄。第一年我知道，高雄好无聊，每天晚上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玩。而且七八点可能路上就人面很少，对，好无聊。但在高雄住久了，我发现我比较喜欢高雄的生活，比较，因为高雄真的很忙活、很放松，很像南方。不像台北那么，是南法人，对对对，不像台北那么的乖不叫，因为台北真的比较像巴黎，对，真的。还有高雄的天气每天都是大太阳，所以我觉得很舒服，真的。真的，因为每次我们会坐高铁去高雄或者台中工作，只要过了新竹之后，太阳就慢慢一点一点露出来，到高雄，哇，九个太阳，超级舒服的。我赞成刚刚莉莉讲的话。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啊，我先不讲，你们看，你们觉得高雄很适合老人。不是那个生活，那个生活都是慢慢的，而且几乎都没有什么下雨，然后我也没有雨衫，我也没有外套。你看，这个是我整年我都可以穿这样子，一年四季啊。对，而且鞋子在高雄，你只要一双就可以了，一双冬夏什么秋 whatever， 反正秋什么地方别人都会觉得就是这个嘛。然后这整个生活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跟你们讲，台北很讨厌，像我每个礼拜我从高雄到台北，你看我早上我离开高雄的时候是这种天，蓝天白云，而且我跟你讲，这里就是海，从那边看过去哦，就是海。然后你说哦，我要回台北，我要去露营，然后你坐高铁，然后你进去什么那个板桥那边，对对对，看不到了，到了台北。到了台北，坐台北车站出来，坐那个捷运到你家，从捷运站出来就是这样子。下雨，再差两个小时时间嘛，我从天堂到地狱。高雄整年像现在，你说什么一月二月，你还是可以看到辣妹穿，对，穿短裙，整年都有的，所以老人家适合。
痛那个时候，而且还可以敷眼睛，敷眼睛多好。在考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屁股蛋。考上男生，对，考上男生真的很开心，真的。真的。难怪我觉得你好像一直想要回家。你说是快点，快快回家。我刚刚一直赶时间，快点录，我要回家，我要高雄。高雄这么优秀，那桃园代表你们觉得呢？当然好的，桃园全台最多飞机，什么多飞机？最吵的城市，最飞机最塞。场外说无聊不是我说的，没有啊，桃园是美食沙漠，对，没有东西吃，对，老是都是吃那些东西，各国的都有。来来来来来。安全，对，有时候台湾不是会有什么地震啊，什么台风、淹水啊，什么桃园也有啊，桃园没有，桃园也有，但是我们的影响最少的。你要每次我们都坐在电视前面，然后看，看灾区，对不对？对对对，哪里需要帮忙，而且。台北是不是一个盆地？对，像一个盆地，盆地是一个锅子，盆地就是一个锅子一样，它是一个羊肉炉嘞。我们就坐在电视台看，哦，台北淹水，你们那边缺水，对，没缺，我们台桃园不缺水，桃园对，不曾停水停电，什么没有，那么优秀，真的是一个天堂，而且桃园到台北说实在也蛮近的，蛮近，而且像什么轻轨什么的，对，没错，然后而且桃园最多的是美女，你知道吗？你看我们两个就知道，这是太酷了。桃园哦，老实讲，比较大家少讨论呐。对，所以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比较不知道。你们每一次出国，你们去哪里？我想知道。我跟你讲，才讲到松山，我都去松山。我们就松山比较近，下了轻轨之后，那红绿灯好多。我们去高雄的机场，高雄。等一下，内湖直接上那个五羊高架，直接奔到那个桃园机场，多方便。下去。对啊，也不用塞车。你看，我觉得桃园真好。那你再多讲一点好的，让我们听。桃园到处都有美女，都有美女，美女，槟榔西施，对对对对。哎，你们讲的都有哎。对啊。对了，先讲一下，因为没有人要去，很空旷，活着也没错，没有，因为桃园比较大，地方比较大，像在桃园，你想停哪里？像美食很多嘛，像说餐厅，大家就随便停都可以吃到美食。可是你在台北，我跟你讲，你有多好的餐厅，你没有停车位，你根本没办法吃得到。这真的，对不对？那像我就是平常假日啊，有时候就会煮一些泰式料理啊，就送到台北来。像我大姑、我姑姑他们就住台北。那你就煮好，你就来到他在承德路，就想说啊，送一些菜上去家而已，停不到五分钟，我的车就不见了，对，掉走，对啊，我就觉得台北有什么好的？所以你们就很奇怪，台北有这么好的捷运，你们为什么不坐捷运呢？那宏哥，你上次坐捷运是什么时候？我，你不是台北人吗？你不是啊？我是啊。哦，那你当然自己人打自己人，怪怪的。没有，可是你要，我祖籍是彰化。我跟你讲，彰化更无。没有点就没有人了，因为刚刚宏贵讲嘛，台北其实不一定要开车，因为捷运很方便，而且到处计程车，你一出门前面一堆计程车一直来接你，公车班次很多。哎，等一下，你是免费的吗？你计程车是免费的吗？没有，但是停车也是要付费用啊，都是对啊，所以自己开车大众运输，公车那个比较方便，而且跟朋友吃饭的时候稍微可能是喝一点酒，对，安全，那些更浪费，所以我觉得台北还是不错的，交通很方便，交通运输很方便，没错。然后我直接说台北的好的地方，好，哦，太好，台北是最美丽的城市，什么都讲，什么都适合，对啊，但是我觉得最脏，锅子最干净，最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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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最湿，小湿在这里，小湿，他喜欢显湿，哦，国际，我们才是国际化，对，没有还是国际化，没有，就是我去过台湾的其他地方的韩国料理店，其实不很难找，只是比较容易找到的是日式料理。
但是其他的什么法国啊，或是其他国家的料理是极少的，对，没有没有。但是台北的话，各国料理、以色列的什么都有，你就再坐一台车子，计程车借我，然后就我坐就可以去看吃到。嗯，然后台北是全世界流行，都是从台北进来。因为我昨天高雄下去的时候，最近学生之前大概一两年前流行的高雄学生才开始穿的，这么慢？对，反正是我觉得台北是这个最方便国际化的，所以年轻人住的话比较方便，资讯比较快速。对对对对，资讯。他刚刚说的我非常同意，就是我住在台湾已经一段时间，然后我来自瑞士，所以我就来台湾就台北，第一个就想到台北。对，嗯，对，就是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所以你有去过其他的地方吗？上次我跟我男朋友去台中玩的时候，我们要先坐巴士，坐了4个小时，到那边我们就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以还要坐公车啊，那个公车要等很久啊，然后下次以后我们还要走路啊，走路一段时间才到那个热闹的地方，对，所以而且有一些地方可能没有公车，所以一定要骑摩托车。对，那我觉得超不方便，对，超不方便。我真的想要回台北，因为听说其他城市比较乡下的地方的司机开车就公车开到想要厕所或是想要吃便当停一下，然后去吃个饭回来。这么随性，没有乱讲，所以没有人搭。真的乱讲，不要乱讲。接下来换台中朋友发声了，台中一直被公干哦，要讲回来。现在台中有什么是免费的？花博，花博要钱，真的要钱了。他们空气要30块，没有吧？那空气要算了吧？对啊。台中水公车吗？哎呀哎呀，对，公车吗？有人猜对，台中水，真的假？这超过60岁以上吗？10公里内都是免费的。10公里，10公里哦。所以你上车 B 卡，刷下车又 B 卡一次，他就会算。如果你没有超过10公里，那个都是他就不会扣。那如果是比如说去比较远距离的话，我先车，然后2-3个捷运站下，再下车。真的可以啊？差那么远，因为如果你超过10公里，它每1公里算才2.5块台币。哦，三天，这个才是韩联才做得到。台北人就是这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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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她真的好美呢，对啊，她是香港人，我的香港人，你是桃园人，是台中人，马上，你以为你是桃园人是不是？说真的，就算开车也非常方便，因为你在台北开车，你可能要想办法找地方停车。可是我刚嫁到台中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我每次出去就要找地方停车。我老公就跟我讲说：“你在干嘛？”我说：“我要找位置停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路边有空位？”我说：“只要空的吗？”他说：“插进去就可以，插进去就都可以停。”什么东西全台第一，美食。进行美食，当然是那个酒店，最好的酒店，最好的酒店。我今天穿什么颜色？我今天穿的什么？台中酒店，摩天，黎明，连线，又上街，还有上下楼哎。你是跟谁去的？我跟谁？我老婆啦。我今天要看这一段呢，看哪一集啊？什么时候？哪一间？把衣服脏掉，等等。你脖子越来越红了。因为我一阵子我先生不在我身边嘛，所以你才要去摩天。每次就是跟我分享他们夫妻去哪里，
然后他们说台湾的摩天是又大又多又新又便宜，对，而且花招很多，对，还有什么KTV、游泳、潜水主题的也有。我觉得你们的天也很恐怖啊！现在还有很夸张的，有那个两层楼的那个，对啊，在房间里面，房间里面，父母的事，小孩玩小孩的，对，就是要把小孩弄晕。高雄之光排队也抢不到的好滋味，有一点甜甜酸酸的，对，甜甜酸酸甜甜的，因为其实真的他们那种外省的那种酸白菜，它真的酸其实是很自然发酵的酸味，它不会吃起来非常的酸。不会这样。小吃你吃完了，吃光光。哎，我进到第二碗了。想和我们称兄道弟吗？想和我们分享故事吗？ WTO 姐妹会在找你们，只要你是住在台湾的外国人，赶紧拨打报名专线02-2650-6340。跟我分享，我明明我先生不在，然后一直跟我分享又怎么样？然后什么他是不是八爪鱼啊什么的？然后我八爪鱼，八爪鱼是什么？然后看得我好害羞。然后就是他们很大方，然后就是很享受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有些没有八爪鱼，人家还不进去耶。你说有些人是你吗？不是，就你啊。哇，那还按摩的。进去的时候就先问有没有八爪鱼。他说我们有十六爪，要不要？真的是什么都很大，就是之前我刚到台中的时候，我就带小朋友在一个豪宅区逛嘛，然后我就看到一整栋很像百货公司，就其实这一个是其中一间很有名的，他们自己买一块地盖7层楼、8层楼的酒店这样子。哇，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每一个县市好像都很不一样。台中还不错呢，哈。对啊，你想要不是？台中也没有这么大钱。对啊，其实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点，对啊，对不对？所以至少我们有国际机场哈。对，大家这样争得你死我活，不如我们来举办一个全台美食 PK 赛。我台北开始，因为其实台湾美食太多了，对，台北也其实很多什么早餐店啊、牛肉面店很多很多，对。但是我今天介绍的店是又好吃，又可以赚钱，你吃可以赚钱。你说我们去不是消费，是赚钱。对，你吃完就成功的话可以赚钱，因为那家店的面是都很好吃，但是我今天介绍的是麻辣炒面。但是这个面是很辣，不可能，看起来很辣。你觉得这个颜色会有多辣？对呀，不可能，是一般的。台北一定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是很多 YouTube 跟很多地方 YouTube 都很红。能有多辣？在哪里？如果这个30分钟内吃完的话，老板还会送你500块。可以吃一个看看。真的假的？这个是吃完还可以赚钱的，它是热的。你们先吃。好。这么不太敢吃啦，但一条，我是想为了那500，好吃，它应该有加牛油或什么的。对，我觉得下面好吃的辣，可以辣，是不是啊？我先吃一下香肠，这是好吃的辣，这闻都很可怕了。好，来，哇，我们还要输呢，这样子，我要踢进去。没有，哇，好辣。如果说他这个是吃完30分钟哦，我给他2000块。对，哎，不要讲话，辣归辣，但是蛮好吃的，香，有那个香味，它是香。啊，你 OK 啊？老人已经失去那个感觉，没有感觉了。他也不能听你的，听觉都有问题的，辣到听觉，辣到没有味觉跟听觉。对，有辣，但是这样子吃就不想听那种感觉。哦，太辣了。韩国人比较不习惯麻辣，舌头都是麻的啦。对，所以我也还没吃过。他们麻到后面呢。哎，各位朋友，他说他还没有吃过。你就把那碗吃掉，给我吃掉，快点。我就记着，然后给你吃。阿尼，你是小慧的那碗，吃完之后要自己吃啊。这碗要给500。对，
我知道，他是给他就好了。去，你韩国都已经说不行了。但是韩国女孩子、韩国男生要争口气啊。我很会吃了，我很辣，就是很这种辣，辣是好辣，吞下去，吞下去，超辣，好吃。完了完了，而且真的来的很辣，好不舒服。不是这样，这么辣是吃的不想停，辣吗？辣吗？有辣。哦，哎，他停了。我不想停，但是想一直在吃。好辣哈！而且辣完之后，你可能吃过瘾，吃啥？你如果再喝那个热的汤的话，我就觉得你是高手。对，如果这个有小辣或不辣，我绝对会点。对，它好吃，但是太辣，太辣了，太强了。没事，不要乱点这个挑战了。谢谢哈尼带来一个没吃过的东西。好，接下来是缓和一点的食物了。这个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我今天要介绍的是隐藏版的隐藏版的隐藏版的隐藏版早餐，早餐，早餐吃桃园的。我跟你讲说，这一家店是最有名的是猪皮盖饭，所以当时我们是去爬山的时候就路过，看到一个小小的店，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排队？因为它这个猪皮饭是它的猪皮。就看着是很 Q 很弹很有胶原蛋白那种，我以为是软软嫩嫩的，它不会腻，对。但是它这一碗它不只是有猪皮，它里面有肉燥，还有笋干、梅干。因为我当时去买，我特地六点到的时候，就好多人。谢谢你，我觉得这个很优秀，是我觉得它的饭啊给的这个肉燥超级，而且就算有点冷了也是很好吃，而且它之前米饭也是好吃，重点是嫩的。对，小碗35，大碗40而已，真的，又便宜又好吃，所以这个量超级多哎，对啊，满满的，已经像小的便当了。对，那你们吃完喜欢吗？喜欢，好吃，会不会觉得太油或太腻？不会，不会。好吃，所以大家都喜欢，一点油腻感都没有。真的，我觉得我可以。所以哈尼的跟我的哪个比较好吃？哈尼是什么？哈尼后面什么都好吃。其实这个也好吃啊，太辣太辣。但你没有吃过猪皮饭吗？没有没有，比较少，因为都是那种整块的啊，什么，要么是那种肥肉的，要么是猪脚，这是纯猪皮。你想到只有猪皮，你都会怕怕的，可是它这个弄起来以后，它吃起来就是胶质很丰富，然后很弹又不腻，而且嘴巴一直要黏住你。对，然后都没有油，对，不油，会有那种肥腻的那种味道，没有油的那种味道，太好了，好香哦。谢谢。介绍的是台中大家都知道的名产，在台中每一家卖吃的桌上都会附的一瓶辣椒油。对，如果没有这个，代表那老板不是台中的。没错。然后他是高雄的。然后我发现这一瓶辣椒酱是因为我在一个中校夜市吃到的一家米糕，就是它。然后我看上面，我看我去吃的时候看。隔壁桌的人就淋，然后就超多的一直淋，这样不用钱这样。对，然后我就是一个很怕吃辣的人，所以刚刚那个我没有试啊。可是这个我敢吃，因为其实它比较算甜甜辣酱，而且它很香。然后这个米糕它瘦肉给非常非常多，看得出来。米糕真的其实不是每一家都可以做的，一般米糕上面没有这些啊。我们香港有一个有点类似的菜叫糯米鸡或是珍珠鸡，啊，包在叶子里的，就是这种感觉。台中，怎么了？台中味啊！台中味，吓死我！就是那个甜辣酱的味道，就是台中的味道。台中，而且这个酱应该只有是台中做的，真的台中。而且哈，你这样它什么东西都可以配耶，真的。面呐，它的甜辣酱哦，如果沾水饺其实也可以非常好。对，我说它那个东西就是你知道，拌干面也很好吃，任何东西。还有人把它加在早餐的馒头上面，馒头、蛋饼。各位朋友，我们重点是这个米糕，不是那米糕，对，好吃哎。你们喜欢吃这个米糕吗？好吃哦，没吃到。它米糕的米糕，我去买的时候我还自己先吃了两瓶，两坨，就是两坨，两坨。好好吃，而且它一个一份才35块，这么大，而且其实它算它的那个拳头长这容量是算大的，一般好小。而且它的那个米粒真的好吃，不会太黏，也不会太硬，因为有的米糕很黏，对，那米粒很油。觉得会黏在一起，很好，而且上面那个肉也恰到好处，干干的，不会柴柴的。但是每个都有放一个鸟蛋，是不是？对，对，才35哎，真的，洗澡一个，那么实在。在
忠孝路的夜市。好的，忠孝路夜市。谢谢大家。好的，好吃好吃。接下来吃高雄美食。阿福要帮我们介绍是这个火锅。对，这个。你好厉害哦。是不是？对。谢谢。这个其实是我们高雄紫光。高雄紫光，酸白酸菜白肉肉，来来来来，好吃。而且这一家是在作音一个小小的一个眷村里面，然后人家都找不到这个地方，连我都开车，你可以过来一点吗？我开不完的，我开很久一直找，就是找不到。然后平常要吃这个要排队，可能要排两三个小时。好吃，是不是？但是因为阿福出名，我就前两天我先订了，然后把他带到台北跟我的好朋友分享。真的，他的酸的刚刚好，酸的刚刚好，是不是？它是有点甜甜酸酸的，甜甜酸酸，对不对？那个以前是哪种老阿兵哥做的嘛？对，所以它是很传统，超级棒，很自然的。我这个很好吃，这是牛肉丸，对，这是家店的，这是牛肉丸。哇，这唯一吃的那是老兵的味道。为什么是老兵？对，因为我爸爸他们吃的是都是这种味道的东西。对，它酸菜真的好好吃啊，就有点跳脱高雄那个美食的感觉，很嫩。因为其实真的他们那种外省的那种酸白菜，它的那个酸其实是很自然发酵的酸味，它不会吃起来非常的酸，不会呛，有点会呛。所以要吃好东西，就是要招老人家。好好吃，谢谢。我们在法国，我们没有吃起来酸酸的汤，所以我觉得这样口味真的好吃，对不对？而且它连料都很好吃。它如果在台北卖的话，已经卖疯掉了。疯掉了。等一下，没有我们，我们都是我。小师，你吃完了？是光光没有，不是我一个。哎，我今天第二碗了，好好吃哦，天哪！哎，它连汤都很好喝。对，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三位你们当然是要投票的，看哪一个是你们心目中的第一名。哦，太难选了吧？我也觉得。不会，你可以先剔除掉那个。我觉得韩尼没有在这场的比赛里面。那我问一下其他人，如果阿福除了高雄以外，你觉得这三个哪一个你最喜欢？谢谢，我喜欢猪皮。猪皮家。那你们桃园代表就是桃园人民吗？那你们喜欢的是写人民吗？我跟你讲，阿福都投我，我怎么可以投别人？当然。那台北代表呢？除了自己之外，你们会投谁？这个台中的。台中的米糕，啊，讲错了，桃园，桃园的，好，我觉得阿福的比较好吃哦。好的，台北代表就是意见不合，好，台中代表你们呢？你们觉得猪皮，猪皮真的，猪皮票数蛮高的哦。好好好，这主要是因为猪皮它虽然已经经过一点时间了，可是它的 Q， 它的那个味道还是还在，而且很丰富，而且一碗才多少？35跟40，这一碗才40。好好好，来来，三位评审同时亮你们的牌哈，1、2、3，请问喜欢的是台湾创新甜点，甜蜜征服欧洲人。卡斯达是自己做的，自己挑的。你有看过吗？你先吃一下。牛奶糖里面牛奶糖，对，它口味是甜的，加甜的，但不会太甜。50块可以抽一个礼物，哇，厉害吧？这该不会一个要250吧？1、2、3，请问喜欢的是？为什么你们会选猪皮？其实猪皮，老实讲，我们一般在吃海产摊的猪皮是单独叫的，所以吃的时候比较感觉不到说它还可以跟或者其他的一些饭粒。对，我们会当小菜。对，当小菜。那现在因为它真名的风味，尤其它的笋干，还有一些那个，比方说梅干，我觉得那种组合起来哦，会让人家觉得说它很除了很丰富之外，而且它那个口感会让人家一直意犹未尽。那个味道是会记在脑子里，对对对对对，而且会一直想要说啊，我已经3天没有吃到猪皮饭，会想要再去吃这样子。对，没错。那可能是因为我来自花莲的代表哈，常常对猪比较了解。你觉得那个猪皮是大猪还是小猪？哎，这个可能是黑猪哦。
比较 Q 弹，然后因为呢那个火锅那个酸菜白肉锅，它的肉质啊也很嫩，虽然有一段时间有点温温的，但是它的那个汤头很甜，就很天然的，然后而且里面的料多味美，然后全部都加在一起，我觉得。我喜欢阿福的这个高雄美食，在高雄左营真的很有名，很多人排队。是老店，因为它是用木炭煮的。对对对对，真的很有名。我婆婆公公他们常外带。对，我是觉得四个都很好吃啊，你们真的都很厉害。好的，刚刚这一局呢，第一轮是我们的桃园代表获胜，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 PK 赛喽。台北代表，好不好？安德利亚，你要举手是挂报，挂报，挂报。而且它里面不是像那种一大块的五花肉，它是那种碎肉，碎肉，这里面会有肉啊、芹菜啊，然后也会有加花生粉啊，酸菜。我最喜欢的是香菜，对，香菜，香菜好好吃哦，真的。香菜切的也漂亮，切的漂亮。在欧洲，我们习惯常常吃这个，就是什么菜都会放香菜，蛮香的呢。我男朋友带我去吃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特别啊，然后我就发现里面有香菜，然后我就觉得哇，超好吃啊，真的超好吃啊。嗯，对，你们喜欢吗？喜欢。因为我最怕吃瓜，然后一咬就咬到肥肉那种感觉，可是咬下去就觉得哇。它的皮又很嫩，对，有花生的味道，有花生的味道。它就很奇怪，它吃完了之后，它嘴巴不会干呢，就是里面可能有些汁，对，可能是融在里面还是怎么样。而且每一口每一种馅料都有，对啊，怎么那么厉害？看起来明明就不是肥肉，可是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很干很柴。对，它看起来就是瘦肉。我喜欢把那个吃挂包，而且我一定要选那个很肥肉的，要不吃那种要油腻的。嗯，刚看的时候感觉它卖相不好。但吃起来，对，整个很充满，就是看起来还好，但是吃起来好好吃。好，谢谢安德利亚，谢谢。接下来第二个，今天我来介绍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就是我女儿啊，就是经过，她说哇，那边怎么排队那么多，然后她就买回去，对，给我们全家的人吃。怎么那么懂事啊？超棒的，人超多排队哦。但说实在的，像这种红豆饼，台湾真的都有。但是它的特色呢，你有看过吗？你先吃一下牛奶糖，里面牛奶糖口味，真的假的？它不像一般的那个，很香哦。我觉得讲一下这个牛奶糖是甜的，比较甜的，但不会太甜。对。因为刚闻的时候很怕，会很甜。对，没有哎。我跟你讲，这个在中立算是很有名，对，不管小学生或大人啊，年轻人都很爱。对，然后他们家还有卖珍珠奶茶，然后也有包在里面的珍珠，里面包珍珠口味，对，因为他们的卡斯达是自己做的，自己调的，所以味道真的不会很甜，而且好厚，而且50块可以抽一个礼物，哇，厉害吧？这该不会一个要250吧？我的变相加价了，30块，是不是30块？25到30块而已。看吧，你看我算多准。而且你看，你吃的时候，你会想起打麻将的8筒。先摸一下，先摸一下，你看做的好特别哦。好吃吗？好吃。你们喜欢这个？你们刚才吃到什么口味？有一点那个焦糖，焦糖，对，焦糖布丁，好吃。这珍珠也好好吃，它里面有 QQ 珍珠，软软的那个 cream 在里面，好吃。你先放哪个？怎么会这么好吃啊？那个不是8筒啊，有8筒的半个就是珍珠啦。8筒哎，我觉得珍珠可能是比较是那个亚洲人的口味，我觉得有点。所以你们欧洲人比较喜欢牛奶糖口味，对，所以你也喜欢牛奶糖。我喜欢，因为比较甜。然后我常常吃红豆口味，可是今天是我第一次吃牛奶糖口味。我也是第一次吃，大家有没有发现已经冷掉了？有，对，可是它还是真的嫩嫩的。对，有的已经冷掉就变硬，皮就变硬，可是这家干掉了不好吃。吃起来像那个布雷，是不是？很布雷，对对对，叫布雷。不累，所以好吃，这个叫不累。
中的代表美英，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什么？蛙桂。对，蛙桂，大家讲的蛙桂的很珍贵哦。干贝蛙桂是我们中国之光吗？我们常去那里。你看它里面的肉团有多大团？怎么那么大的？你们吃看看，非常鲜甜的味道。我要找干贝出来。干贝应该是散在里面吧？散在里面的。对对对，在这里，还看得到干贝多。哦，好酷哦，好珍贵，它吃起来是海鲜味，海味的，嗯，很特别。这跟老人家没有牙齿也可以吃，好方便，好像皮好嫩，好吃，对，我觉得皮很重要。因为蛙桂有分两种，一种是加卤肉，一种是像这种白米做的，对对对。然后这个加上面那个酱油甜甜的，然后配上里面肉块，很绵密啊，是手工的啦。蛙桂这种老东西，就要请老人来评鉴一下。如果说他如果是已经做了，至少我觉得应该超过二三十年以上，应该有老店，对，因为它那个破破的，对，然后它那个就是做的，它外面那个皮啊，就是那个蛙桂那个一定要用手工，要揉到很绵，才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味道，不然它有的时候会散掉，对，会不够绵密。那 Lily， 你有吃过蛙桂吗？还没吃过，这是我的第一次，我觉得好吃。高雄很多蛙桂耶，对，就是你没有想要点，对。不是他的菜，对，不是他的菜，那是年轻人做的。对，其实不吃蛙桂啊，这个平常一般那个料没那么多，真的，对他们这个真的料多，对啊，一般看到都是很白哦，就一碗在那边干干的。对，我是这看起来只是这一家的蛙桂而已，好吃，其他的我就不喜欢。而且刚刚吃的时候有点咸味，但是里面蛋黄那个。那个吃的时候刚刚好对咸淡，所以我觉得刚刚干。因为他们其实说那种厉害的，就是老字号那种蛙桂丁，它其实那个米跟水的比例很重要，它做出来比例是对的话，它的蛙桂里面才会这样扎实，可是不会很硬，又不会粉粉的。好，谢谢美丽。接下来还是我们的高雄代表丽丽。好难选哦，高雄，高雄。蛋糕界史诗级巨作，新著名天假不了。哎，它的那个芋头好吃吗？好美，我觉得好美才好吃。它的芋头，它的芋头，它的蛋糕也好吃，非常棒。哎，你们可以念一下前面那个牌子吗？可以留给我们吗？可以留给他们。你是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吗？只要你敢说敢秀敢爆料，诚挚邀请你加入 WTO 姐妹会，赶紧拨打报名专线02-2650-6340。所以你们已经知道我们法国人喜欢吃甜甜，对对。所以我今天要给你们介绍一下高雄的草莓蛋糕跟芋头，对，芋头蛋糕，对，芋头蛋糕。这间蛋糕真的很有名，在端午节非常有名，每天很多人排队。然后你看这样的蛋糕，他们用很大很新鲜的草莓，非常大。哇塞，你已经腌出盘子了，超过了，你看看。这边都是一整颗一整颗的放哎，哦，好几层哎，借我拿一颗就好了，哎，好多层哦，对，不甜不腻，真的很好吃，哦，怎么了？感觉猴哥你露出少女的印子，你感觉旁边玩的，不是，因为它蛋糕。蛋糕本来就有香味，再加上它草莓那个酸味，你觉得哇，整个综合的时候，好想转圈圈哦，哇，初恋感觉。它的蛋糕也好吃，它不是一般的海绵蛋糕什么，它是那种，我说不出来，很像舒芙蕾还是什么，软软的，对，像慕斯的蛋糕，都像慕斯，好好吃。而且它的草莓是大颗大颗硬硬的，对。所以你觉得那个芋头有真材实料吗？非常棒，很够很够，而且不甜，真的对，芋头。芋头这边好吃，所以安德里亚，你也喜欢芋头的还是草莓的？就是这个在欧洲不常常吃到，所以我觉得很好吃。哎，你们可以念一下前面那个牌子吗？可以留给我们吗？快给你们，然后，哎，它的那个
好可爱。芋头好吃吗？好吃，我觉得草莓才好吃。成泥很绵，可是还吃得到一点芋头颗粒，那个颗粒真的，很奇怪，怎么会颗粒颗的？原来是芋头颗粒。你问了草莓口感，吃饱了。草莓口感是什么？哦，刚好忘记了，再吃一个。可以，你要点头了，你要工作人员呢。好的，谢谢莉莉，谢谢。完了完了完了，太难选了。我是高雄第一名。我觉得也都很好吃。你们到底有多想赢啊？怎么每个人都对着100块跟30块比？但是人家弄的东西是好吃，但是跟大家讲一下，你们投票完要记得给我们看。哎，文哥改答案。不是，他写太难，有这么难抉择？很难很难很难写。哎呦，贵贵贵，还真贵。要写真的，你只有一票。我觉得每个都很好吃哦，那你写了一个，你写一个会得罪三个，那每个不会好吗？好，一样数到三一起亮牌哦。好，一二三，草莓，牛奶车轮。选一些创意的料理，就是比较特别。其实草莓跟蛋糕的结合，其实我们一般在一般的那种蛋糕店是看得到的。可是这个，但是我想车轮饼里面蛋糕不一样。对对。但是你车轮饼里面放珍珠，我还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我们，你也是第一次。没有，我很常吃。珍珠不是，我是觉得它车轮饼好吃是在于一般的车轮饼，它的皮都是厚一点，是皮。他们都强调厚，就是外面是皮脆脆厚厚的，可是它这个外面的皮其实只有一点点，它里面的料是很丰富，就很。冒浆的，然后那个料吃起来的口感跟皮的口感完全是反差很大，那个就是口感的层次很高。所以每次在哪里？桃园。恭喜恭喜！但是我还是觉得草莓跟芋头就是那个也很好，就是绝配，厉害，好吃。莉莉，你对于这样子的答案你能够接受吗？可是我比较喜欢，我也比较喜欢小吃的。真的？那你是为什么带这个？所以美食 PK 战是我们的桃园获胜，恭喜！因为其实常常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都会有一度就是错觉，觉得他们是台湾人。对，因为他们对台湾真的太熟悉了。所以你们既然这么入境随俗，你们有没有办法一眼辨识他就是哪里人？我现在可以。因为你最近才离开了台北，看到其他人。刚好昨天去高雄，所以我现在分别。因为我最近看的时候，你看女生，我比较会分得出来。怎么看？差别在哪？就是女生的。太夸张了！韩国人到底用什么方法来辨识人的原产地呢？大家好，我是兔子。兔子今天叫你们在土耳其，你们怎么问？在这边可不可以拍照？因为是有些地方没办法拍照，可是有些地方可以。所以你们用这个句子的话，他们听得懂你们说什么？这边 ，burada fotoğraf çekilebilir miyim？ Burada fotoğraf çekilebilir miyim？在这里可以拍照吗？这个就好了，他们听得懂。怎么看？差别在哪？就是女生的脸，我就看得到，她的出生地是不是台北？看脸，太夸张，就是打开了脸就台北了。哈哈哈哈哈！他把妹无数，现在看脸就看脸就可以知道身份证字号。其实我觉得看到很漂亮的女生，不是台北人，不是台北人。因为其实美女都是其他地方上来台北，所以你觉得台北没有美女，完蛋了，完蛋了。你要出来台北，哎，我是代表台北。对啊，完蛋了。台北美女超多的，你赶快去移民。我这样讲，台北美女真的很多，但是过年的时候找不到美女，因为他们都去回家，都是高雄或是基隆，对，花莲还好，对。
选的话，我觉得台中。好，台中美女叫什么？因为你旁边啊，他不是。整个刚刚都是。就觉得他对位了，这位置叫我忘记，根本不像香港。太在地了。对，在考双足久了，我真的可以分辨真的考双人还是教的考双人，因为大部分的考双人，他们说话的时候都会一般中文，一般台语。而且对，而且他们说话很大声，像真的很大声。像我老公，他每天打电话给朋友的时候，一开始我都听得懂，可是听到一半都会听到呵呵，看不下看不下，呵呵。第一次我觉得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语言？所以你觉得高雄人就是有一种中文夹杂台语并在一起？还有黑啊，黑啊，黑啊，黑啊。Q 是台中人吧？哦 ，Q 是台中。还有你是台南，对，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所以真的，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就很多美食啊、风景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推广一下自己周边的好东西给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分享，谢谢。那么今天我们下次见，拜拜。